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小伙子。会不会扫地啊？不是故意的，这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。车主，你把我这鞋弄的，知道这多少钱买的吗？扫个地这工作都做不好。小伙子，别生气，我给你擦干净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干嘛呢？干什么？他把我的鞋弄脏了，我让他给我擦鞋。不就弄脏了个鞋吗？啊，弄脏了个鞋，你来给我擦。那你也不能欺人太甚吧？我欺负人怎么了？啊？你干嘛给他道歉？我有错误，不小心把垃圾扫到他身上。干什么的？我是今天面试的。哦，来面试的。对。我可是这个公司的副总，新明又把你的名额给取消了，你立马滚蛋。副总怎么了？副总就可以这么欺负人吗？他是个环卫工又怎么了？你的工作也没有比他高上多少。今天这个事儿我管定了。我现在就把你的名额给取消了，不用来面试了。行，你把我取消了，今天这个事儿我也管定了。就算这种公司我不来。走，你们走。等等，姑娘，他都这么对你了还等什么等？姑娘，怎么了？这位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。董事长？对，你已经被录取了。我们公司啊，就需要你这样的好人，今天一下午就碰到你一个，做事情做得这么棒，我们公司就需要有这种正能量的人，恭喜你。波波，赶紧给他办理入职手续啊。这是真的吗？跟我来吧，这边请。谢谢董事长。好姑娘啊，